名哦，哎，网络最想看 Number One 玉的第一名哦，哎，林小璐哦，小璐啊，网友这么说，虽然小璐是我的女神，但感觉卸妆应该是差最多的人哦，所以第一名，因为她平常太美艳了嘛，又出写真集，对，真的又很可怕。素颜其实没有很想看，但想跟小璐一起洗澡。我们有问你吗？有问你吗？我们有问你要不要一起洗澡吗？小璐身材最好，如果出浴素颜脸就不重要，脸就不重要。你们真的真心在留言？放在这边，真的，这确定是真网友。再来一次，小璐最年轻，跟其他老妹比一定最好看。最后一点来喽，实际想看一下素颜，再来决定要不要买写真集呀、啊，合理合理，哎呦，来来来来，我来，哦，又来又来，哇，冰狗，冰狗，而且他姿态撩人了，我们趁现在慢慢打开，要不要给他字？你要不要吗？不要了，不要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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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哇。哦，请维持这个姿态哈。什么意思？一直在抿下嘴，自己笑成那样，神秘的微笑。啊，这刻写这么快哦？怎么就是要克服的克？要克，男人看见他必须要。心里面要克制自己，克制。然后这个克代表他有十个胸，十个兄弟，很十个胸多，十个胸是好多胸部，属于女人当中的万人斩。男生看见他一定忍不住，无法克服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林丹，你这样看他眼神好像很穿，不会，很美啊，很美啊，很美啊，你穿什么？哎，但是他这个哎厉害，你这个是哎检查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有整个弄掉眼睛的部分？真的耶，哎真的，都你看他连微血管都看得到。来来，坐好。喂喂喂，回来，要检查要加钱。哦，人家说你会差最大，但是其实也还好呢。嗯，而且素颜看起来比较年轻哎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对，眉毛是不是有加？自己看是觉得蛮差蛮多的，眼的眉毛是也算浓哦，对，还是有眉毛。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啊，呼啾型呐，纹的眉毛纹的，嗯。什么意思？雾的，哦，没有，眉毛是真的，真的眉毛，这个才是，而且它是修掉很多了，哦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一天晚上，不要乱讲话，有来上节目，对，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对，然后身材也非常厉害哦，可爱，酒窝，主要是喝酒型啦，喝酒型，她素颜的时候让她男朋友错乱，以为自己有恋童癖啊，对。那看起来很年轻，因为平常化妆的时候就会比较，可能五官比较深邃，所以会很艳丽这样子。对，年纪稍微长一点这样。回到家卸妆之后，然后男朋友都会吓一跳，想说：天哪，我女朋友怎么瞬间好像小了十岁？然后还会自己很懊恼，说我是有恋童癖吗？你讲这些故事讲得那么轻松自在，你知道多少宅男心都快死掉了。对啊。对不对？只有一位男朋友，对呀，一个男朋友可以，大家的国民女神。啊，目前是独自小家啊，小家碧玉，小家碧玉，一个人生活吗？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生活，生活。不好意思，那位往后坐，真的吗？还没在第几档？好的，这么快啊？其实这样讲，我觉得他侧面看起来有点像林丹，但是整体上面是林丹的 beta 版。就稍微有点麻，就是气质那种感觉，他更有女人味。很多人跟我，很多人说，就是我们很像，然后都会把我们认错，会连男朋友都会搞，男朋友都搞混。
张了，就说哎、欸，怎么好像你们真的有点像哎，尤其是素颜的。然后有一次他的亲妹妹哦，我在前面拍照，然后他就大喊小鹿。然后没有人回头，然后直到我回头，他说：“哦，是林丹哦，对，就认错，认错。”对，其实太像，所以从此就有心结嘛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哎，叫了林丹，叫小鹿，一转过来不是小鹿，你看过了，记得还是小鹿，走开一点，行吗？那不是那个空姐，空姐认错，他二伯嘛，对，他说哎哎哎，李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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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转过来，不是，哎，李贝李告李告，李贝在笑，先坐四号好了，请坐请坐，哎哎哎哎，都走，可以做最后调整了。可以问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关系到我们心中的排名，是，哎，单身的举手，来，单身，我举得很快，全部都举手，红不让，天哪，说谎。说宅男在干什么？全部单身，你们干什么？可怜，怎么可能？不是罗丽塔，你单身，我们也不会 take care。对，给人家举一下。对啊。那你们现在先给第几名的？来，第六名先公布。第六名哦，肯定他怎么我没有争议。对，谁？我们公布好了。来，请说。坐好了，坐。已经坐好了。残忍的，因为他真的稍微比起来黄了一点啦。没有，你今天比较吃亏，因为所有人都走那种性感小女人路线。哦，对，你小男孩对吃亏。小鹿那个脸哦，会让我们怀疑他是有装的。对呀，才厉害，对。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在 cue 他居然嘴唇给我放空了。没错，对。他嘴唇一直这样子啊，呈现迷蒙。自己表情管理一下。啵啵嘴。对，要啵啵，我不知道你们要选谁。好，第一名是哪一位？我们三位不同类型的帅哥口径一致，觉得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小鹿林小鹿，来，请到第一名位置，来，上，第二名是哪里？五羊公布，好，五羊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，因为我们都觉得。小爱还是第二名就就第二名了哦，很好。那第三名呢？第三名需要排吗？三什么什么？你就要好好做你的第五，已经不错了，好吧？你没有变锅底啊！谁他发言都还要被骂？人家是女鬼，你女鬼领班呐！第三名，三四名要调换位置啊！啊，以曼，这都是五羊的想法，跟我的消息不是我。厉害了，今天我们公布出来，恭喜第一名林小璐，真的要买你的写真集啊。